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爆料。原神离谱 4.7 卡池紧急调整，水神在上半，1220原石奖励来了，角色界面优化，原神 5.0 纳塔女士真洗白进池，五个魔女首次登场，纳塔火神建模曝光，原神离谱 4.7-4.8 角色顺序曝光，纳塔火神技能首爆，攻击拐+盾輔护盾比肩中离，原神纳塔八骏图曝光，火神开大三形态技能爆料，4.7 克洛琳德西格文技能死机一览。众所周知，原神封丹 4.7 卡池越来越近，两位新五星角色克洛琳德、西格文也即将登场，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在后续的 4.7 版本中，更多的消息也被舅舅们放了出来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之前舅舅们爆料的 4.7 新深渊的相关消息了。目前来看，4月7日的新深渊幻想真境巨师只在每月一日的时候刷新一次，玩家们通关打满的话可以获得620原石的奖励，老深渊深境螺旋的话则是在每月的16日会刷新一次，每期打满的话可以获得600原石的奖励，合计就是1220原石，还是非常香的。然后就是在后续的 4.7 版本中，角色的界面中也新增了深渊挑战情况的展示，其中徽章展示就在幻想真境巨师那一行字后面，大小和一个字符大小差不多，你打完新深渊后面那一行就变成一个小徽章加你的成绩，算是一个小优化吧。所以说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而说起 4.7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也被舅舅们实锤，分别是克洛琳德、西格文、水神、弗宁娜、艾尔海森，登场顺序的话又发生了改动。目前来看，上半卡池是克洛琳德、水神弗宁娜登场，下半卡池是西格文、艾尔海森登场。
顺序的话进行了调整。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。女士一个精致建模的角色，外加上角色建模和剧情之使，如果她能做成自己角色，热度肯定高，总比那些空降陪跑的角色要高。早前就消息称，欧派女士将会以全新小女孩的建模在纳塔打榜复活并进入卡池。这种复活的方式是挂钩魔女会，因为魔女会有一种复活转世的仪式，女士是真复活了。当然女士复活总有理由，不过有的是洗白的借口，例如伞兵在草神的爆点一下就洗白成功了。在仆人角色资料显示中，已经给足了女士的进入卡池的理由。从仆人的描述中，这位女士还很讨小孩子喜欢，而且她孤独源于对死去的爱人。简单几句的文字，怎么开始对女士产生一点怜惜？看来这已经给这位曾经暴杀旅行者的执行官足够的理由的复活了。但凡纳塔来电女士的过去的剧情，然后关联魔女会直接真洗白复活，反正玩家真受这一套。特别女士的身材是整个原神角色建模的天花板，欧派身材性感，在早期蒙德的现实活动中就出现魔女会。据有效的消息称，曾经一个书籍的野猪公主会出现在魔女会的故事中，而这个野猪公主还真是野猪来的。五个魔女已经有了头像了，其实从原神各大圣遗物和卡牌中基本可以提前一览这几个魔女造型。当然这里不细品这些魔女的奇特的外号了，我们来直接看看相关的建模设计。例如在卡牌和圣遗物刷的最多的炽烈的炎之魔女，配合爆料出来的纳塔五个魔女图案，大概可以想象出魔女造型的设计分为几种，短发魔女、大波浪长发魔女和黑长直魔女，还有两个未知。在回声套中的理之官已经注明了是女巫使用的淑女帽，预测魔女会成员就有一个角色配搭这样的帽子。其实纳塔火神已经出来几个版本了，当然这些都只是玩家自己创造的，细品这些作品估计是以下这个火神的建模符合大。众所周知，原神封单 4.6 卡池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 4.7 卡池也越来越近。随着官方公布了三位新角色克洛琳德、西格文、塞索斯的例会， 4.7 版本的其他相关消息基本上也被放得差不多了，就后续 4.7 到 4.8 卡池及纳塔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各位小伙伴们比较关心的 4.7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。根据舅舅们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，4.7 上半卡池登场的五星角色是克洛琳德加莱欧斯利，下半卡池登场的五星角色是西格文加艾尔海森，新四星角色塞索斯暂时不确定是在上半还是下半陪跑。 4.7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基本上就是这样了。而说起后续的 4.8 卡池，之前舅舅们也有过爆料，会有一位新五星草系成女角色调香师登场。卡池登场的安排目前来看， 4.8 上半卡池大概率是纳维亚加尼路，下半卡池大概率是调香师加水神福宁娜。对于水神的雪藏，估计很多小伙伴们也等不及了吧。不过版本跨度大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。除此之外就是后续纳塔的相关消息了，下图是火神的机制相关，据说是初定稿，一技能低频挂火就可以加攻击力，还可以生成护盾，一命护盾会被强化，可以比肩中离，二命攻击加成，四命则是能量降低，六命是攻击转双爆，一技能伤害提高，天赋则是全队火伤，简单来说就是大号班尼特，攻击拐加盾斧，满命成火系后台大 C， 完全是配仆人，不过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小伙伴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